今天我们一起来参观位于 Semenye Greensfield Double Story Semi Detached Development 的环境还有屋子本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an， 今天带大家来参观一间位于 Semenye 市中心的一间 Double Story Semi Detached House。Land area 有3200方尺 ，build up 有3600方尺，6+1的房间，4间厕所，绝对是你想要考虑的其中一间房子。来，带你们进去看一下里面的空间 ，Let's go。来，我带大家参观它的里面的空间，这个就是它宽阔又四方的客厅，然后你绝对可以想象到的舒适的沙发，和你家人一起享用你们的欢乐时间，可以在这边。然后后面就是直接你可以放一张很舒适的。饭厅饭座的位置都可以在这边。好，带大家来参观一楼的空间。我们一看到这边呢，就是楼上的客厅，可以是成为你们 family 的 TV area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到主人房间。哇哦，绝对宽阔。然后主人房间自己本身呢，都有一间 attached bathroom 哦。主人房间往外看的街景呢，绝对是美丽又让人心旷神怡的。楼上一楼呢，还有另外一个特点，就是一共有4间房间和3间厕所。带大家来看看它的空间是怎样的。这个是其中一间房间，这间房间是一个 attached bathroom 的，然后它可以是你的书房或者是你小孩的房间。然后另外一间房间就是跟刚才的 attached bathroom 一起 连在一起的。然后这个是第三间房间。这间 semi detached 最特别的地方呢，是它的一楼一共有4间房间、3间厕所，然后很少有 semi detached 是这样子设计的。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介绍的房子，然后它是一间 double story semi detached， 最最最重要的是价钱只有950千而已。如果你有兴趣，联络我，然后我们下一期再见 ，Thank you。